你现在所有买的周边以来，大概多少钱？就韩国大部分的男团基本上都有追，够吗？够，因为我会省钱，就是都不吃饭，然后开口就有钱入账，这样算是。欢迎收看酷比闹大学，没错，今天又回到我们的母校。大家好，我是华仔。好了吗？大家好，我是芭比。干嘛？刚刚为什么等一下？那我想说，你后面不是要？我是你的好朋友 ，AKA 男子平权联盟会长兼。哟，这里是 AKA 台。那今天是不是闹边出任务了？对不对？大学生一个月零用钱够花吗？哎呦，讲到零用钱。我在月底的时候，通常都是在配那个吐司配养乐多，然后去拿 Seven 的那个免费的酱。可是你的没有很多，大概是多少？大概8000块。哎，他这样子很多了耶！其实我零用钱，如果真的是硬讲的话，我爸爸一个月只给我5000呢。多哎，超级不多的啊！如果在北部生活，5000块一个月零用钱真的可能不够，是绝对不够，光一个房租就先拜拜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看文化的同学，他们到底零用钱多少？想问一下，就是平常你们现在是大一嘛？那你们跟家里拿零用钱大概是多少？一个月大概8000到10000。我也差不多，都2万。两？哦，13000。因为我之前打两份工，大概每个月就是快20000多。5000到8000。那就问一句，够不够用啦？我现在剩500。我只有500。价值有500。等一下，月初哎，等一下，你认真？还没来。哦，这几号礼？五号这几号礼？这几号？5号或10号。哦，跟一般企业差不多。那你这样子的话，还有在打工吗？还是？会啊，因为这不够花，吃饭就不够。很不够，所以我还有打工，有想买的东西，因为我在追星，所以就想要买专辑呀，或者是衣服、化妆品什么的。那好，你自己出估，你现在所有买的周边以来，大概多少钱？那也好几十万，就韩国大部分的男团基本上都有追，哦，所以大部分都有。哇靠，那真的很贵。不是，我那时候追。那你现在有存钱？没有，因为之前有交女友，都被前女友花光了。大概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钱？都给他男吃饭。你是说每一餐都是你付的？都我付的。一开始他会说他要出，然后后来他就说我没有带钱包。那你一个月实际自己一个人一个月花了多少钱？就可能这个月特别想买东西，就会还买的比较多。可下个月可能就没有什么物欲，我就比较没有再买东西。那你平常有喝酒或抽烟吗？哦，抽烟。一个月大概花多少钱在上面？1500吧。哎，我想过就用戒烟，然后就可以省掉这一笔钱。饭可以不吃，烟不能不抽。对。哎，那如果真的不够怎么办？不要脸去跟爸妈多要一些。其实我不太会拿。哦，所以你是硬金，硬金，或是跟同学借。你最金的方法是怎么金过？这是一封来自心情点播室的信。我想对一个女生说，我喜欢你快2年了。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我其实一直都还是很喜欢你。希望我们的友情可以一直这么好，也希望你有事的时候记得我都在，然后一直幸福快乐的。那么我们为你点播的是《想了你6次》。Lady, can't wait to be my baby, 我受过了，只是想你。你最金的方法是怎么金过？每天都泡面吗？哎，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哪个泡面比较好吃。如果又省钱 ，CP 值够高的话，我觉得维力就够了。维力就够了。维力可以，维力，而且维力吃得饱。维力现在有重量级的，吃得饱，而且还可以喝汤。对。哦，那你说跟别人借的话，你曾经借过多少钱？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应该就是1000、2000而已。哦，那还好，挡个几天这样。对，就挡到月初，然后就马上还。差不多了，差不多。对，差不多该借。差不多该借。那如果你觉得一个大学生，如果他是要拿零用钱，你觉得一个月大概要多少？
我觉得至少两万吧，两万就会很富裕，就是不用担心吃啊那些什么。所以是不是吃跟交通不是最大的花费？其实最大的花费还是其他的娱乐。对，因为如果要省的话，一定是从吃跟交通来省啊。一万上下，一万二左右，然后差不多一万二。那你看到他这样子花费，之前前女友那种状态下，你会觉得说，我觉得他是白痴。你现在有想要交女朋友吗？现在还好。你的理想型是谁？其实我现在对那长相都还好，就是不要太花钱就好。你们一个月你用钱大概多少？我自己打工。那你这样一个月可以赚多少？两万二到两万五。我不一定哎，我两份工，我做服饰店跟咖啡厅。我在餐酒馆。觉得去餐酒馆打工是不是赚的可以比较多？对，但比较累。所以你们打工原因是因为要自己赚一下生活费？对啊，就是想买自己想买的东西啊。没有，因为我本身打三份工。所以差不多一两万左右，所以一开始是没有利用钱。之前有，要上大学后，因为我妈觉得十八岁就自己赚钱干嘛？现在零用钱就自己赚，一个礼拜3000，够吗？够，因为我会省钱，就是都不吃饭，吃一点点就行。就是喝个水，然后晒个太阳，然后给风吹一吹，然后大家就会长大了这样子。哦，用多少拿多少。所以你没有遇过那种很拮据的？没有。然后开口就有了。钱路这样算是我一周1500这样，就包含所有的就是会用到的费用。我一个月12000。那你有到不够用的时候过？有啊。那你用什么方式撑过这个拮据的生活？我也还在思考。那你有遇过很拮据过？没有，可是我大一的时候还蛮穷，一个月只有10000吧，可能一天就吃个两餐两颗蛋吧。那说认真的，你觉得一个大学生要多少？其实消费蛮大的，快10000吧。那你说你想要买其他东西，你到底买去买什么？下次去逛衣服啊，饰品之类的。那你12000里面大概花多少钱在衣服上？5000多吧。所以还有7000块是？就会存会存。我想说，以后没工作的时候，那个钱可以拿出来用。因为我怕我以后就是没有出息，然后就是会破产，所以想说现在存一点，这样那些之后的钱可以拿来用。那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是拿零用钱还是自己打工？打工跟家里给。你们零用钱大概一个月是家人给你们大概多少？我其实最近比较少啦，所以可能一个月可能只有4000这样，大概12000吧。这是生活费，是生活费，一个礼拜给的。10000吧。10000，我没有上限，就是不够跟妈妈拿。10000出头，差不多10000。你觉得这10000来说，对你目前来讲是不是算够了？够够够，真的够。对啊，我阿宅啊就不出门了，就够。哦，所以没什么太大的花费。对啊对啊。那你的没上限是就是真的有需要跟他们讲就会给？对啊，基本上都是。像我上个月从11号开始自己花是25000。花在哪里？购物。嗯，可以问你都买什么吗？买衣服。然后买过最贵的是什么？香水吧 ，Barido 的可能7200之类的吧。那你们这样子啊，觉得够花吗？应该够了，算够用。大概钱都花在哪里？吃最多吧。所以没有遇过那种就是哇，这样钱花不够。哦，常常啊，对我就是不够就拿。像我妈妈前几天才刚给我5000块问花完的。啊，反正我之前回去的时候也有上班，就给他钱。那你有没有遇过拮据？从来都没有，好像没有。可是我觉得饿的时候，我会去万华那边，就是有免费的便当，我会拿几个来吃，这样比较省钱，这样比较省钱。这可以剪掉吗？我怕到时候我没办法理。有啊有啊有。那突然那个时候怎么办？10000吧。你们不会想说去打工，或是跟家人？偶尔跑Foodpanda，就感觉快不够的话，就去接单。那这样通常可以赚多少？认真跑的话，差不多1000-1800吧。你们觉得，如果今天以不打工来说，大学生到底要拿多少钱的零用钱才是够？12000-15000这样，也是差不多12000。可是我问你哦，你们大学生还要打工，对不对？你们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课业？是还是还好？哇，累了就睡了。No 课业。刚刚我们其实都有发现男生跟女生的差别，如果真的要省钱的话，女生好像真的会宁愿选择不吃饭，可是男生的话就会是前面先玩啊，挡一下挡一下，然后再又继续固定的那个模式，所以我觉得男生女生差蛮多的啦。那你觉得现在大学生零用钱到底？我刚刚听起来是发现多好多，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们的零用钱大概就跟我差不多，就是8000-7000。有一个是我今天问出来的，就是说，其实像大学生以北部来说，真的是12000。反正爸爸妈妈本来就还是希望大学生大家就是可以先用功读书，等你拿到毕业证书之后，然后你自己工作赚钱，然后再好好存钱。但是真的不要为了存这件事情失去了你读大学的一些生活钱。嗯。毕竟学分要，可是你有一些该是还是要去体验一下，因为当你真的出了社会之后，这些东西都很难的。当然了，那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一下，大学生零用钱大概多少？对，大概要多少？然后呢，
那你有什么样省钱招数 ？OK， 那大家如果真的喜欢，还是也是要分享一下我们的影片。对，还有我们的下课五分钟，各位。对，那么如果你今天看我们下课五分钟，有非常重要的资讯要告诉大家，这一集的下课五分钟。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话，也要下来我们那个连接跟大家说，你想对谁说，对我们说，对谁说都可以，就是有心情点播室。那大家可以追踪一下芭比 IG。哦，以及他的抖音，还有 YouTube。对啊，那当然我也有上新片。对啊，我再有新的，跟立存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到边出任务算成功了，我们就下次见，拜拜。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伟弟，那这位是我的音乐好朋友 Kimi 吴承恩。耶、yeah ！我想对你说呢，等一下我们会用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诠释你对这位女孩的想念还有喜欢。对，带来这一首《想了你六次》，每天都要听六次哦。Lady, can't wait to be my baby 我受过了只是想你这条选择题它很简单 Money 我再多也选择你我在这里等你 Oh, 请你不要想太多简单点请你跟我说 Yeah, 我为你全力待机收到你的一个讯息我就开心